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鸭子。我们今天来到美梦城中城镇门市，第一道就下了火爆兽哦，四星的它，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如果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话，鸭子应该会杀去这个大润发玩具一个。果断放弃美梦城中城镇门市。然后它那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料，来进来玩具一个里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卡片。我勾，瞄准镜。四星火焰鸡，四星火爆兽，好的，谢谢陶给，感受到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咱们压个600，碎啦，623就可以了。有的是 mega 的巨藻怪，帅气，又很有料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，拜拜。哦，有这只马吉亚纳，该不会是？然后凯罗斯加火神鹅宠宠组合，火爆兽，然后火焰鸡跟马基亚纳，今天的目标要看能不能顺利下卡马基亚纳吧。火爆兽，我们刚刚其实在美梦城镇城镇门市才下卡了一张哦，大家总算遇到了马基亚纳，非常漂亮的一张卡片。听说它的那个加农光炮吗？加农花朵炮，花朵加农炮，我不知道，等一下拿下来就知道了。那他的话只怕两个属性，刚刚看的显示哦，一个火系，一个地面哦。哦，这是马基亚纳在 Pokemon Go 还没有登场，样子是还蛮期待的，因为他只有两种属性的弱点而已，虽然都算是蛮强势的，但是还不错吧？我不知道。等，左边暗影之光月，右边月亮之力，马基亚纳跟我走吧。嗯哼，差一点一击搞定，劳拉斯，反击机会，漂亮，巨小怪，这边一发地震，如果两个都有击中，就结束了，那这样战斗就结束了，碎了 ，OK， 大家，左边是四星的马基亚纳，非常漂亮的一张哦，应该是这一代里面算是最有价值的球员哦，最有价值的一张四星卡片。毕竟是首次登场嘛，哦，超级游园超级球，看今天能不能顺利带走哦。注意一下左手边，一下了，两下，三，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哎，马基亚纳是不是抓到宝可梦了？是不是五星卡片？交换机会，早该来的，早该来的，大叔早安啊！我想要那一张很像机器人的马基亚纳，麻烦一下好不好？拜托你了。哎，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好啊，四星火焰睛，星等是正确的，但宝可梦错了，有点可惜。大叔，差一点表现的可以更好啊。马基亚，哦，碎了，他还在。自信凯罗斯，但是现在在放水。我们放水一下，为什么呢？鸭子想要看那个什么什么花朵炮的，哦，花朵加农炮，非常好看的动画。哎呀，其实前几天鸭子在那个城镇门市的时候，也有看到玩家在用，看到的时候心会痒痒的，想要来个一张啊，这张真的蛮漂亮的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快去。哇塞，这很帅气耶！哇，还一起击中，可以。这个凯罗斯，剩下他了。会不会等一下就迅速的直接下卡两张呢？一起捕捉好像也不错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这只马基亚纳了？它非常的好看，蛮力。这打在我们露娜亚拉身上是完全不会痛的哦。马马虎虎，巨藻怪倒了，但没差了。我们随便拍上这个火焰鸡，很会跑，但我们也蛮会打的。我们的宝可梦好强啊！两次都有按到哦。来了，左边是四星马基亚纳，我们非常想要这一张。这时候如果大师出来也是没问题的。哇，去了，精灵球，心累。心累精灵球啊，双四星的投资机会，很可惜鸭子没有掌握住。三下，哦，大家，大家，我们抓到马基亚纳嘞，
幻之宝可梦 get 大战，特攻150点，然后是妖精系的攻击，可惜它的速度有点慢，再打一场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哦。它是攻击特攻提升，所以速度不会被影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玛姬亚娜跑起来怎么样，走起，还算可以哦，没有到太差劲了哈，起码它很快就起跑了，虽然它的起跑点在最后面。花朵加农炮，非常好看的一枪哦，哇塞，这张刚好可以拿来失误，这张刚好是可以拿来打这一弹的奇拉蒂娜，还有这个帕路奇亚是 OK 的。左边火焰机，那鸭子刚其实已经拿了一张了 ，Lucky 卡加的火焰机。我们今天总共是玩了大概七道吧，对，玩了大概七道。哦，高级球，那看来是又要把火焰机带走了。打了七道，鸭子下了三张四星卡片，那最棒的当然是他。花朵加农炮的这个玛姬亚娜，很像那种机油的名字哦。好厉害，两只都抓到了！一二三四，哇，居然两张的火焰机耶，太丰富了吧！再 get 一次。哦，原来藏了半天是你呀、啊，基格尔德。来，我们闻香蝌蚪，让他再喷一次。海底世界的第十一，哦，草丛非常的大，是不是有好事要发生了？差一点点，很接近，看起来非常的 close。嗯哼，想到宝可梦气息吗？哦，真的？该不是？难道是？竟然是！耶了！按一个705趴。交响乐程度，对方按到了盾，但那是没用的，因为他剩余的血量太少，直接贯穿他吧。碎的，左边四星双倍多多兵，然后右边一星迷你兵，这边迷你兵等一下还有交换的机会啊。但是似乎有看到那个样子啊，等一下大叔换一个那个五星基哥的。哪里 ？OK， 双倍多多兵跑了。太好了，抓到宝可梦喽！交换。精灵球之力五星，阿张，可惜他躲到下面去。来帮我们选一下一星的迷你兵。好吧，这边选一下迷你兵，希望等等基哥尔的会出现哦。308%。基格尔德，燃烧球，基格，我求救，天哪，一二星，我的好师出现了，我觉得好累哦，求不要大师球，拜托不要大师球，好球，哇塞。从没有在这种状态下投出高级球过的。下面一位，看看有没有基格尔德，拜托。好，来了，基格尔德，出来面对吧！不要躲在机台里面了。608趴。太优秀了，调皮基格。我们一次遇到就要直接把它给捕捉下来。现在有精灵球之力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没办法跟基格尔的来场轰轰烈烈的战斗。那今天呢，鸭子的扣打也打完了，好像在又下卡了这一张。马吉底堆底加底加线线，玛姬亚娜被鸭子顺利捕捉啦，毕竟基格尔的也重复了两张，所以今天就先放过他吧，下一次有新货我们再来挑战。最后也恭喜画面上这位观众抽中了上一支影片的奖品，再麻烦尽速到鸭子的粉丝团跟我联络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